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是戴原子族送的眼镜。今天我妹也在。嗨。对。我现在手机没电，所以我是用拿着，是会有点抖。晚安，远近，眼镜，而且这个没有镜框，就是没有镜框。晚安。晚安，恭喜晨晨的 IG 20000追踪，谢谢。哎，最近涨很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吓到，因为我之前是，哎，真的很慌，我真的很慌，因为之前是10个、20个，一天涨10个、20个，然后现在是一天几百多，就是有吓到。晚安。对，这是原子竹送。为什么我今天会迟到呢？因为我上课是上到7:50，所以我飞冲回家。谢谢燕送的真情告白。哎，我真的很抖，哎，抖到不行。为什么会上那么晚？因为我重补修。这礼拜都要重补修，讨厌。所以都会到很晚。而且我们刚刚教室里飞来一只鸟，我怕到不行，所以我就冲回家。超可怕！晨晨适合戴大大的眼镜，这是大大的眼镜吗？哈喽，就是有一只鸟飞进我们教室，然后它是全黑的，怕到不行。欸，我不管，我不想拿，就是太抖。Hello， 好像不是八哥哎，欸，妹妹在讲话。嗨，对，嗨。晚安。你有什么好怕？欸，真的怕到不行，我还去叫班导过来，然后我们四个同学就在那边大叫。我们是7:00的时候，就是放学7:50。7:50，我们在那边大叫，他飞在门后面，然后班导就晃一下门，然后他要飞出来，然后我们四个同学直接往外面跑，然后边大叫，然后班导也很怕，因为她是女的，然后他要说，哦，你们都不等我，很可爱，我们老师很可爱，会飞的蟑螂比较可怕，哎，对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。晚上上课会有飞蚁，刚在考试的时候就有飞蚁，真的很恶心。晚安，波西。哎，真的超可怕，他直接飞进教室。哎，今天是高一他们的新生训练，
然后我们今天社团就表演跳舞给他们看，就是看他们要不要加我们社团。然后就有一个高一的，他好矮哦，他就过来问我说，他就过来问我怎么报名社团，超可爱。对 ，MV 社，我们叫 MV 社，就是跳韩国的舞。对，跳舞成功吗？成功，我们是跳那个 Twice 的 Dance Another Way。Dance Another Way。晚安，只收女生吧。对，哎，好像男生也可以，但是上学期 MV 社好像只收到一个男生，就是蛮尴尬。哎，对，我们要吃这个，我们要吃一个，不是，这个社团也收男生，只是上一届只收到一个男生，这个社团，那个男生一定很后悔。因为我们有热舞社跟 MV 社，他们可能比较想去热舞社，但热舞社没有男生，就是这一届，上一届没有。我要吃这个辣到不行的东西，晚安。还有。你看刚，谢谢吉米周送的香槟。陈家树会跳舞吗？陈家树不会，我帮他回答。你们学校男生人比较少吗？也没有，我们学校男生蛮多的，就是他们都没有想要加跳舞吧。哪有一个班也才，我们班六个男生。没有啊，这是新生很多，新生超多男生。翻山越岭再也找不到存在。我要吃这个辣辣的东西，但是我看到它长相有点后悔。就是我上次在那个，停走走。男生都去篮球社，哎，对，对，我们学校有女篮跟男篮。哎，我吃一个就好，感觉很辣。你吃一个，那剩下我吃。没有，我等一下吃。给你吃。欸、小心、喔、好吃吗？还好。我可以用袋子吗？陈妹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当然是乐天的啦啦队来了。Hello， 变成新鲜柠檬。对，这是在夜市买。这个没有镜片。欸，好辣。就是这种东西，就是买一次就好，大家懂吗？陈妹晚安。我吗？对，你跟草莓酱说晚安。草莓酱晚安。对。晚安。我觉得八月不是八月，我在讲什么？我今天脑袋已经好紧，上完书我就去上那个重补修，就是八点以后直播好，我觉得很方便。就是如果我不能八点的话，我这个礼拜都不能直播，因为我都要上重补修，因为我重补修都是上到7:50。草莓酱确诊第三天，
要好好休息。对，我们要忙公演。对，数学。啊，数学太难了。老师跟我们说这是蛮好过的，所以我相信他。真的蛮好吃的、啊，大家可以买。这个叫软豆皮 ，Hello Plus。我国防有过，我以为我国防没过，结果有过。我国防好像，但是也没有很高，就是七十几过。因为我国防作业又没交，我只有考试，考试有背，但是国防很好过，但是我超多同学没背，没过。你不是晚当时晚上？对，我就是那天背，所以隔天考试就有过。然后那个我同学没背，但他有过吗？他又没过啊！我们班超多人没过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背。好，谷知道我在直播吗？不知道。你跟他讲。好。你跟他讲我在直播。哦。还是我错了，停在这里。好，你不用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收到晨晨用英文写的明信片，真的、哦？我写那个，我的英文名字是吗？对，是可以推荐给林杰勋。截图给林杰勋。好。晚安，龙很祥。哎，你只是写 love you so much。哦，烂英文。后来数学补考还好。我数学没有补考，我是直接重修。但数学很难啊。辣到不行。我收到晨晨的生日明信片是写晨光少女。我几乎每个都写不一样，我每个都长不一样。哎，我第一次签明信片很笨，就是我不知道可以不一样，所以我就都写一样，所以大家都拿到一样。而且我那时候只有签名，我就是连插图都没有画。啊，这次就知道可以，所以我就都有画，因为我之前是以为，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怎样，就是我都没有，对，我去年只有签名，我连插图都没画。晨晨英文很棒，没有地方烂，没有地方烂。对，这眼镜是祖祖送。这是芒果干，我现在就是在吃我桌上的东西，桌上放的东西。好，国中生的感觉，你就是高中生。戴上去很像猫女，但是我没有戴猫哎。芒果干不是。要不要像雨林一样全部挑战全部明信片写英文？好，明年，但是你要提醒我，因为我会忘记。
没有镜片，没有镜片。可能就是幼齿脸，幼齿就长得像郭东升小屁孩，但是声音是成熟的。虽然感觉他后来累死，对，而且张雨玲是把明信片带回家签，他不是在公司签，我是在公司签，然后张雨玲是带回家签，就代表说 他一定是花很久时间。妹妹出去哎，是我觉得重午休蛮好玩，只是黑天有点可怕，就是天黑了很可怕。那我觉得我国三很厉害，我国三是晚自习到九点，九点黑到不行，没拍到进度。他最近没有帮我拍照，我最近都是自拍。陈晨很成熟，那时候除了闹祖祖外，他那时候跌倒，我还把那个手机照向他。从午休内容上什么？就是上第一册的东西，上学期的东西。他说数学从午休不用考试，下次可以跟妹妹一起溜冰。我们上次跟原主溜冰，就是也有妹妹，也有我哥哥，有妹妹也有我哥哥。这个黑色眼镜很方便。就是素颜戴也没关系。但我现在不是素颜。我昨天去看看电影。我昨天看《明雄鬼屋》。对，这个没有镜片。那我以后直播都要戴着眼镜。我超喜欢看恐怖片，而且我昨天是晚上去看。我哥哥昨天看《小小兵》哎，《明雄鬼屋》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《咒》是最好看，然后又最可怕的，就是一直吓到。我有看《咒》，我觉得《咒》是就是恐怖片里面，不是算最好看，就是。恐怖片里面最可怕的，我觉得咒是最可怕的。我应该不会去看小小兵，我不想看小小兵。可是他比较少，突然一下。对，我昨天是跟我爸妈去看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妈妈，没有哥哥。因为哥哥昨天自己跟同学去看小小兵，然后还要自己回家，所以我们昨天是四个人去看恐怖片。但直播有可能被印尼政府，但有可能看不了成人的直播了，真的。其实如果我在 IG 直播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们好像不能在 IG 直播，是不行的 IG 直播，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要在
浪这边直播。我们成员很多人都想在 IG 直播，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吧。民雄鬼屋还好。UP 直播。但是我比较习惯用浪直播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啊，我不敢去现实的，我真的不敢。祖祖不可能。祖祖，我就要去陪我看恐怖片，他都说不敢，他会做噩梦。我们那天去他家，然后我们在看 Netflix， 然后就看到咒，我就说看，快看。然后祖祖看到前面，他就说不行，他要马上关掉，因为他要去那个，他说他会做噩梦，就是他看恐怖片晚上都会做噩梦。大家就没看。你可以去民雄星巴克拍完美照，那个在哪？台南哦，是吗？还是基隆？晚安，谢谢刘建谷送的粉玫瑰。那叫一家去看，叫我们的组长去看。Hello， 勇哥。对，这是冰水，因为很热，而且这是辣的，所以要喝冰水。那可爱团有谁不怕鬼屋的吗？好像都会怕吧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们应该都会怕。你才不是可爱团嘞、欸，陈家树在那边，在那边。祖祖怕鬼，但不怕我。对，他不怕你。我这么可爱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叫可爱团吗？可爱团的安静，就是我们可爱团的由来，是因为我们五个都不可爱，所以才叫可爱团。不然你以为是很可爱就可以进？啊，全团又这么可爱，就是我们不可爱，所以我们才叫可爱团。看 P 组有谁不可爱，我就把他加进来。五哥不可爱，因为我们是潮。没有，我叫音乐安静，音乐太吵，就是有时候音乐太大声会影响我讲话。哎，这个很，它虽然没有到很好吃，但是就是越吃越会一直很想吃。我觉得都很可爱，玲玲不可爱，对，她是真的不可爱，玲玲真的不可爱，玲玲不可爱啊。哦，对，妮妮一直说她不可爱，
呛铃了。你们可以去跟玲玲说，没关系。对，说你可爱，他很生气。但你就是可爱啊！你跟玲玲互相谁？我会。可能心目中可爱的只有 Mina， 我心目中可爱的有两个人，你们猜是谁？你们猜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两个人是谁？都不是傻酷拉的。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爱的，啊，也不是世界上，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可爱，在我心中最可爱的两个，七七和陈思雅，不是林杰希吗？不是杨过，不是品涵，对，你猜对一个了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子萱不是，Mina 对，小迪不是，我心目中第一名跟第二名就是品涵跟 Mina， 我是看整体，不是看外表。如果外表的话，那大家都很可爱啊。我是觉得 Mina 她讲话很可爱。都是很白的。品涵是连呛人都很可爱好吗？可爱到炸。反正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我心目中最可爱。好，你们反应很大，你们其他人也很可爱，只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可爱。张雨林很可爱啊，但是他加可爱团，所以他不可爱啊，不然怎么加可爱团？品涵讲话的方式在印尼就叫查德尔。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，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，只能用力吻着你，想用身子留住你。我喜欢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好。Mina 真的是，虽然 Mina 一直呛我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她超可爱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品涵也是，虽然我没有跟品涵很熟，但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觉得很可爱，就是我在台下看她在台上的时候，就觉得她整个人就是很可爱，就是被她圈粉，知道吗？我觉得 Mina 不是因为脸颊肉，就是她的动作跟她讲话的声音就很可爱。啊，张雨林就是这样，就是我女儿啊，这样。我女儿能不可爱吗？但是我们可爱团就是不可爱。最近我们很吵，只能应该加入仓鼠国粉丝团了，对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一定每次都去看他直播。谢谢青湖送的星辰，张景武。Hello， 你和 Mina 是可爱风，雨林是可爱风。对，你真的讲对重点了，你是100个赞，就是你真的讲对，他真的是
可爱风。对对对，他把歌你是100分，他把歌100分。Mina 很会聊天，都聊很久。对，我知道，他跟我聊天也可以聊很久，而且他笑点很低，一直在笑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这样超可爱，因为我觉得 Mina 蛮自然的，他是自然的可爱，就是他不管是装的还是自然的，我都会觉得他很可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两个最可爱。那跟 Mina 讲笑话会很有成就感，对，就是你只要跟他对看，他就会一直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英祖，你觉得谁最可爱？我想一下。好难选哦。易宇、林一、刘晓晴、小慧都可爱。哎，这四个要选。选晨晨，我选晨晨。没有，要除了我才可以选。除了我。我想一下。零一吧，零一，零一获胜。吹一百个泡泡，零一，因为零一就是他在台上，他在台上就是很可爱，而且你知道他就是他也可以很性感，我觉得他就是什么舞都可以驾驭。叶云反差萌，对，叶云也超可爱。我这四个在选，就是零一、小晴、易云跟小慧这四个选。哎，他选那个 Bellflower， 哦，就是品涵的。然后 Daisy 就是 Mina， 哦，选好了。零一、品涵跟 Mina 这三个，三组最可爱，就是这样。林依云跳舞很厉害，对，超厉害。请问我可爱吗？每个人都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可爱的点。有些人是讲话很可爱，就是长相很可爱，做事很可爱，什么都可以可爱。英祖都很可爱，对。好，林婷婷很可爱吗？没有，林婷婷是漂亮，她一点都不可爱。我不认识陈怡欣，她是谁？不可爱，对，陈家是说不可爱。阿丽很温柔，对，阿丽是温柔，她不是可爱类型，她是温柔，温柔的妈妈。对，阿丽是正。我觉得，好，那我们来说漂亮好了。等三齐生出来给晨晨鉴定了。 OK 我觉得 AKB 里面最漂亮就是林婷宜。哎，这是实话，这是实话。啊，你不可爱也是实话，林婷宜不可爱也是实话，那个超怪，怪到不行。怪到不行。对，阿丽最正，同意吧？大家同意吧？
这就是爱情的规则。哦，林杰，对，林杰也很正。你知道林杰在那个舞台上头发飘逸，整个正到爆，真的是女神耶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来排名。我觉得个人啊，个人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排名，所以我是现在是个人，第一名是林廷丽，第二名是李梦纯，就是我喜欢女生的类型，就是我会觉得漂亮的类型。林廷丽、李梦纯。可能是原子珠，还不要不要，林杰，这三个，小迪，小迪是可爱啊，她又不是漂亮，但是小迪也蛮漂亮，但她不是我那种，就是她不是我漂亮的那种类型，但是你们可能，但是我觉得小迪是可爱，我觉得是小迪可爱偏多。然后我觉得零一是完美，完美的零一。零零可爱，哦，我刚说零零不可爱，好，但说实话还蛮可爱，我觉得他是走可爱路线。零零，对。小迪是可爱，我也适合可爱是吗？好，但是我想要帅。啊，妮妮哦，哎，妮妮不想被说可爱，那我们要说她什么？哎，她不要可爱，那我们就说她可爱。我们可以说台语，勾追，妮妮就是勾追。大家在他那个留言底下就写勾住勾住勾住，他就不会生气了。但我们要想，我们要想办法，想办法让他不要生气，然后又要夸他，懂了吗？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可爱是韩寒哦，我觉得韩寒是蛮漂亮的，韩寒是漂亮加可爱。我觉得韩寒，哎，这韩寒蛮可爱。对，他有的时候动作就蛮可爱的。林也是可以可爱，哎，可爱跟可爱哪一个差别？差别是什么？差别是什么？没差别，都是可爱。下次握手会要说你帅，你才会开心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样，我要来充电。其实我要拿着，就代表说我手也很抖，大家要忍一下，忍一下我手抖。对，大家下次看到我要说陈哲好帅，帅哦，帅，懂吗？要说我很帅，老人手抖，对，陈哲好帅，对，灰灰100分。快100分了。我跟妹妹说我很喜欢韩寒，但是说实话，喜欢晨晨的很。晨晨不帅的相反，好，你可以直接说我帅，你直接说帅炸，这样。哎，但齐慧也很帅，真的好呆。不同意，陈家树不同意。陈晨跟法法谁帅？哦，我输了。法法帅，但是我没办法。
我还是想要帅，陈昌豪帅，对，也很棒，我很帅。Hello。藏着关心的打扰，简讯平静的语调。你说还好，我嗨的时候手会抖。抱着头也能睡着，我好像是我的错。嗨，陈晚安，这么晚还在，对，是不是有点不习惯？不习惯我那么晚开。那不会，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，却淋湿双眼，与你有关的泪点。我们听好听，找找。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，还是说了再见。房间还是乱糟糟，习惯20点会不念，会不念，准时啊！听梦之河、在那边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大家梦之河听起来好听爆了，来，一天要10000观看，今天就是来。我觉得阿丽很适合当歌星，我也觉得，同意，拍手。陈昌豪之后，好，要哭，大家哭，好，不用哭。我在哪？这是什么角落？抬起头，仰望着渴求的那枚心头，不太懂究竟什么时候。拍手是。一个人和大家走丢，别惶恐，任何阿丽比较适合当我错以后你们还有机会现场表演梦之后，不知道，等人毕业吧。现在没有人要毕业。阿丽嫁给一棵树很有意思。阿树，陈家树。哎，我觉得我蛮适合戴眼镜。是啊，这个月最后一次公演，我可以去看吗？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位。阿呆，陈家树一直说我呆。哎，对，我看。哎，我觉得里面哭最好看的是刘雨晴。哎 ，Mina 哭是超可爱，品涵哭也很可爱。还有谁哭？哎，刘雨晴是直接眼泪哎。
今天直播的 Mina 很可爱，等晨晨下播可以去看看。我一定有一次要跟到 Mina， 就要等我没有上课，不然我没跟过。我好像只有跟过原子局。有人做这个哎，梦之河的歌曲，哎，很酷哎。好 ，OK， 换歌。其实日文版的梦之河也很好听耶。哎，日文版的梦之河真的是哭爆了耶。哭爆了！如果握住了梦，我会来跟你走。梦之烛，梦之烛，可以啊，可以转台。哦，是 Mina 潘现在在直播，我待会可以去看。我今天直播一个小时，吃饱了吗？我没有吃饭。这首还能好好唱，真的厉害。对，因为是全员，哎，没有哎，很多是雅独唱部分，但是他有些是哽咽，而且每次听到他哽咽就是想哭。我是比较喜欢外景的梦之河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悟空眼睛好帅，好帅，对我很帅。哎，零零零也有这个。那可以问晨晨是啊，睡觉会睁眼吗？是啊，睡觉会睁眼吧？不会啊。你好帅，而我好帅。Sparky 很高，我记得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说生血吗？我像 Mina 的男朋友，哦，我声音也很像。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不是太瘦，我不是太胖。听吹一个泡泡，他为什么不是吹100个泡泡？
晨晨喜欢的歌都很好听，对，杨过喜欢的歌也很好听。Mina 刚才听周杰伦，好，我们也来听周杰伦，一秒一秒先等等，我们听周杰伦，周杰伦什么歌？专辑，好，最后一堂课，我好像没听过。妈，别闹了，好，说好不哭，好，下一首听这个。说真的。打包一颗泡泡舞，把自己吹爆。好听。Hello， 潘朵拉。哎，我觉得董子萱跟韩寒都越变越漂亮，就是他们的类型就很喜欢。你刚刚讲是不是讲那部戏《妈别闹了》？对，你看你懂我，很棒，很棒哦。两个长得有点像，但他们两个都很漂亮，就是我会觉得漂亮的类型。对，什么看不起你？我有说看不起你吗？有一幕在机捷车内取景，当时那台车司机员是谁？真的？哦，正经，正经的。董子萱像校花，他应该就是校花吧？不用骗人，董子萱你就是校花吧？超好听，对。上司头目说韩寒是鲶鱼系美人，为什么？不过一个很强，一个有点天然。真的很强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蛮天然的。尬嘞！哦，我会眨眼。好，失败。想问一下歌曲的名。最后一堂课。最后一堂课，最后一堂课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下次不要叫我 Wing Sparky， 不要，不要叫我 Wing， 我还是不行，是要放学了吗？还有五分钟就放学了，我们先念歌吧。可以读嘴，不可以。念个棒棒棒。来，第十枚，切耳刀。拍手。第九名是刘建湖，拍手。第八名是，这怎么念呢？
中学我不会念。第七名是秦湖，拍手。第六名是燕，拍手。好，听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哭。第五名是 Plus 普拉斯，拍手。第四名是傅维，拍手。第三名是钟莹，拍手。第二名是 Sparky， 拍手。第一名是金敏洲，拍手。好，还没有拜拜，先不要拜拜。虽然我很想看米娅的直播，她还在直播吗？叫她不要走，我跟她喊，拍完就拜拜。没有了联络，你看陈家树啊，超屁，在那边拜拜。说你怎么了，我没有哭。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。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。你们怎么了？他九点开播。OK OK。咪猫，听我开始躲，就是这样吗？不喜欢一个人生活。你也才刚开 ，OK OK， 很棒。我不知道他的开播时间吗？城市是很少榜吗？我哦，下一榜。我哎呦。挽留的话却没有说。对，放松马尾，你要确定。说还不哭让我走。啊！干嘛？不可以，我在直播。不是我在绑头发，不要，不要进来，你先出去了，不跟你讲，你先出去。祖族直播时辰怎么会在写生？因为那是暑辅的功课，暑假作业。没晚安，他走了，我把他赶走，因为他很烦。绑个头。我没有绑高啊，因为。低马尾，OK OK， 居家这样子，又要交法圈是不是？来不及了，你们都不着急。OK OK， 好了。今天学生妹的一个感觉，下次咬，那你要提醒，好不好？我之前有咬过侧面，哎，但是我是低的，哎，就是有点难侧面。好啦，真的要说拜拜了，我要去看 Mina 直播，大家可以去 Mina 直播看我留言，拜拜，拜嘞，看侧面，因为但是我是低马尾，所以侧面没有什么好看，拜拜，杨过难过了是不是？杨过难过，拜拜。
就被抱着。拜拜。世界拜拜。我不听歌。哦，低马尾可以。好，我不会学美人剪短发。OK。